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家分享我们在康威 UI 里面去使用 Stable Cascade。那么之前呢有大佬分享过这个 GitHub 网址，直接安装 Cascade 的节点来直接生成图像。那么现在呢这个单独使用 Cascade 节点生成图像的方式呢已经被弃用了，因为我这边已经出错了。可以看到之前呢是使用这一个节点就可以生成图像，那么它需要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呢去下载所需要的环境和模型。那么这个节点呢。 已经在终端有了报错，官方呢也说已经弃用这种方式了，不再使用这种方式来生成了。那么现在使用 Cascade 工作流来生成呢，是使用这套工作流了。在 GitHub 网站上呢，也给出了所需的模型下载连接。那么如果大家无法下载这些连接呢，也可以到我的网盘里去下载，给大家打包好的所有的所需的这些模型，总共有三十个 GB 这么多。那在 GitHub 网址上呢？ 说明了 c a s k 的模型呢，现在分成了三级，需要使用三个模型呢，A、B、C 三个模型来共同使用来生成图像。我们可以在工作流看到它的这些所使用的 A、B、C 的这三级模型。那么 B 和 C 呢，属于大模型，那么这个 A 呢，属于 VAE 的模型。这三个模型共同使用。 来共同组成了 Cascade 三级潜在噪声生成图像的这种方式，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官方使用 GitHub 给的这个工作流呢，来生成一个图像，来看一下效果。那、呃、么这是生成的图片效果，只需要非常简短的提示词，就能够生成带有电影感觉的照片效果。那么这是文生图的工作流，还有图生图的工作流，我也一并打包放在网盘里分享给大家。这里要说明一下，我们在读取这个 B。 和 C 这两个模型呢，它有什么作用呢？其实一个是半精度的，一个是全精度的。你使用 BF16 或者是三十二位的呢，其实对于最终出图效果影响并不大。那么这些模型文件呢，都应该放在哪个文件目录里呢？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网址，看主要看这一块说明文件，将这些模型文件呢放到它上面所说的文件目录里面就可以了。 那么这一个呢是图生图的 Cascade 的工作流，使用的呢都是相同的模型，不过在 VAE 这一块又多使用了一下这个模型，其他的和文生图使用的模型都一样。这个呢也是和刚才的图生图工作流是一模一样的，只不过这一块呢使用的节点不一样。这里还有一个风格转换的图生图工作流，我们可以上传一张图像呢，然后在生成的结果图像，它会生成根据原图呢会添加一些细节。 和添加你描述词当中的内容，我们来描述词里呢，给为它添加一个女生，在学习和写作业，就在这个提供的原图上面看生成的结果呢是什么样子。它这里呢主要使用了这样一个模型，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成的结果图像上面呢，它是根据我们的原图颜色呢和房间的布局都非常的相似，然后呢根据我们的提示词增加了一个女生，那么这张图像的细节呢还是有些崩坏的，我们可以将图像的尺寸呢。 再给它变为大一些。这套工作流和模型呢，生成的速度都非常快。我是3060的显卡，它生成的迭代速度呢，都是不到一分钟就可以生成好了。我们将图像呢变大一些也没有关系，它大不了时间四五分钟也是可以接受的。图像放大之后呢，生成的图像并没有很完美，它也受到了这个图像压缩这个选项的影响。一般呢，默认值为设置为42，如果你设置的过于低，比如说你设置为4，最低可以设置为4。 那么生成的图像呢，非常的慢，因为它几乎没有压缩，生成图像非常慢之后呢，会生成很多噪点，图像也不是非常好。如果你给它设置为一百，设置的过高呢，图像会非常的模糊，也是不行的。所以说需要设置到一个合适的值，一般呢设置到四十二到五十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如果大家需要这些工作流和这些模型呢，可以到我的网盘里去下载。那么今天的分享呢？ 就到这里，如果觉得今天的视频呢对你有所帮助，那么也请帮我的视频呢增加一些动力，帮我点击关注加三连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谢谢大家。